多怎么还有办法在这里跳舞啊？哎，你们怎么还在这里跳舞？啊，怎么啦？有民众投诉看到外星人宝宝，哎，是哦，真的假的啊？哦，居然有外星人宝宝跑到地球来，这消息正不正确啊？你们还在这里发呆，还不赶快去把他抓回来？我才不要嘞，累死了，我宿醉啦，头好晕哦。你赶快去，这是你的工作。好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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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么凶干嘛？伙伴们，我们就出发吧。钱吧，走了走了，我不要被他们研究，放我回家。好了，今天的小剧场就演到这里了，感谢麦小琪和蓉蓉自信的呆毛一起合作演出，喜欢请按赞订阅咯，我们下次见，大家拜拜。